为了帮助火库欠费状况，鹿港拍铁厝天和宫二十五号特别伫鹿港电工所前广场举办关怀的活动，现场嘛来了真侪热心的民众，比起抢物做爱心，做伙来参与这爱心关怀的活动。看到关怀车，热心的民众大家拢停下脚步来关怀救人。为了帮助火库欠费状况，为社会尽一份力量，鹿港拍铁厝天和宫特别举办这个关怀的活动。因为吼。阮一听到讲吼，虽然是一个拍铁厝一个小小的这个经历，但是阮嘛希望讲吼，为社会做一寡较有意义的代志。啊，所以管理中心伊伫年底是有甲阮通知，就是讲吼伊较欠费，啊，希望讲阮会当来斗相共吼，斗帮忙办一个管理活动。啊，所以我嘛甲委员、甲顾问团参详，就是讲好，啊，无就约一个时间，伫三月二十五来办这场的管理。因为阮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吼，施比受更有福。你会当关怀人，表示你是健康的，啊嘛希望这个观念、这个信息会当予社会的大众吼，大家拢有这个捐血的习惯吼，特别有欠费吼，这种。虽然经费唔是真多，天和宫同款准备一挂小礼物来送予跩热心的民众，感谢因的爱心。感谢你的辛劳，感谢。谢谢你的捐钱，你的爱心，谢谢。因为阮庙里经费嘛无足济，啊，就是吼，送一寡这个米粉，啊，甲一寡迄个米包米吼，给大家关怀的人，吼，送给大家。关怀一地救人一命，透过慈善单位办理关怀活动，和火库无够欠费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